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六朝早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沈志泰。今天的天色继续都不错的。先看看今朝各区的低温，市区来讲就大概是20度左右。不过大家要留意新界普遍来讲就要再低2-3度。如果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就可以看到，其实这几天影响我们的东北季候风今天来讲已经逐渐缓和了。今天来讲沿岸地区的云量都是比较少的，我们预料日间的天色都相当不错。接着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，我们预测就会是大致天晴，初时沿岸就会有些薄雾，日间就会是天气干燥的，最高的气温大概就是26度。咁到夜晚嘅時間咧，就會係部分時間多雲，風嗰方面咧就會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東風。下個禮拜嘅天氣咧，我哋可以睇一睇一啲雲雨嘅預報啦。咁我哋預料呢一個高空擾動咧，就會喺下個禮拜嘅中後期咧影響華南沿岸地區。咁我哋到時咧就會多翻啲驟雨噶。咁所以睇翻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測咧聽日咧仍然都係天色唔錯嘅喎，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咁去到隨後一兩日咧就會係潮濕有霧噶。咁到下個禮拜嘅中後期咧就會有幾陣嘅驟雨。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見。